好的。嗯。我跟你说，这里有一条槽哦，这里有一条槽，这上面有个可以锁的螺丝孔哦。然后这里说这条槽是通心的，我们好像又下2003，11月11日这我们就剪20，就搞在这个缝里面哈、哦，这四粒塞进去，2003年，全部就把它排好了。排好了，然后排好了就把它，我们这个模具比这个质地大概是，这个质地又比这个花纹大概是粗80个丝到1厘左右啊。搞好的话，上面这里搞个螺丝，我这个底下这个槽里面底下有一片是堵住这个质地，不会让它可以求它。